有问题没有啊？我们就要赶快请警政协巡，失联的人啊，那也是警政协巡，啊，不戴口罩也要警察抓，八大行业也是警察，那八大还在开，还要偷偷的开，那尤其是老警察同仁又染疫，那这些没有好好做事情的应该要检讨，那八大还在开，还要偷偷的开。对对哈，我觉得这都是加重我们整个社会的一个负担啊。其实刚刚哈，其实大家一直在问，就是说，哈，我们在检查的同仁哈，有相关的确诊，那也让我突然也很有感觉了哈。好，每一次从这疫情开始哈，说哎，胃里有问题没有啊？我们就要赶快请警政协那巡。请问您在那干刚才嘛？讲到失联的人。哦，那也是又警是警政政协协巡。巡，八大行业，哈、哦，让这样的东西哈、哦、能够稳住，也是警察，也是警察，哇，那请口问罩部也长是在警干察嘛？在抓，又哦，是不警戴察在口罩抓，也要警部察长抓，在干嘛？然后警察就这样子在里面风险非常的高，请问部长在干嘛？啊，连口罩都要警察抓，对，这应该自己要做好嘛。哦，应该那自八己要大还做在好。开，还要偷偷的开，对不对哈？我觉得这都是加重我们整个社会的一个负担呐。那尤其是老警察同仁又染疫，那这些没有好好做事情的，应该要检讨。没有做好事情的，不就是那部这些长没你有吗？好好做事情的，应该要检讨。那这些没有好好做事情的，应该要检讨。那这些没有好好做事情的，应该要检讨。好，谢谢。